礼佛三拜，问讯。第一拜，请拜相，请起立。第二拜，请拜相，请起立。第三拜，请拜相，请起立。问讯，请坐下。请合掌。
出世间，世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其手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享云香雨花云集花雨宝雨宝云无数中微香微瑞偏庄严。天人闻佛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知三世如来同三团十方菩萨同归依我净素之善因缘，称扬地藏真功德，慈云其身是救众生，手中金犀睁开地狱之门，众生明达前世界智慧因力吉祥云中为言菩提故，众生作大证明功德诸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那摩大愿地藏王菩萨，那摩大愿地藏王菩萨，那摩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斗笠天宫神通平地，如是我闻一世佛在斗笠天为目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无著而实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了无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方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亦有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是波罗蜜音，禅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乐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以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及到达离天宫所谓四天王天道离天须阎摩天都衰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中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偏金天福生天福外天广过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闪现天闪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非相非非相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悉回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湿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悉回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和睦鬼王胆邪鬼王胆惊奇鬼王胆胎软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自信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道道离天者如知殊佛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无以佛言观故有佛经说此皆是地藏菩萨救缘劫来以度当度为度以
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拜佛言世尊，我以过去种修三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效果声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自于彼怀疑或舍是定受为灭心报，为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所可行力和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到马处，为善事为成与无一处，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切一切之内，一尘一切一切之内，所及成数尽可为界。地藏菩萨正是地国唯一前辈，多于上于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毗湿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甚是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真理或成名或供养，乃至才华可露宿其形象，使人当得百般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见，成为大丈者自是是有佛号曰是自分寻具足万恒如来世长册之见佛将老见佛庄严因闻彼佛所可恨言而得思想，是是自分寻具足万恒如来高强切思于真思善道去永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长者自应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切，为是随故六道众生广设方便行一切，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于是于彼佛千里四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皆上位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是用佛号曰坚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后，众所行其行诸作诸天为护其目行邪常勤三宝，时时生地光说方便全有其目灵身真见，而此女目为全身心不救命中浑身多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之目在是不起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随卖家斋光求香花及诸工具于前佛塔寺大行供养前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即形象，在一寺中俗化为容断言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容为神敬仰，四字念也佛名道皆具一切事，若在世是我目思口当来闻佛必知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乐起者神女无知悲哀，我今是若不知去处婆罗门女和尚相空而拜空曰是何神则宽我忧虑，我自是目以来中也一脸无处可问，直目神见是空中有神在宝女曰我是如所真理者过去皆化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目悲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神语具身自破之界皆存左右扶持良久方素而拜空愿愿佛慈悯诉说我目深切，我今身心将死不救，世界化定自在王如来高神女曰如供养必担当分舍断作思维无知病好几当之目所生去处，是婆罗门女须离佛以其归其舍以一目故断作念皆化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至尊道已开别其水用飞夺诸法受尽佛贴身飞走海上东西之诸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飞出恶兽争取时代，有今夜叉其心各异或多修多言多俗多头空要万数离人如见取诸罪人是尽恶受福自破却投诉相救其心万类不堪求是是佛罗门女一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
多起手来迎白身女月神在菩萨和原来此时婆罗门女文归王月四十何处多大月四十大天为山西边地狱中海山女文月我问天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世是否五多大月是有地狱神女文月我即云何得到一所五多大月若非为神继续也离非此而始终不能到神女又问此水何缘而乃用非多处随人起一个手五多大月四十缘复提早恶中诚心四十舍近四十九日后无论几次为做功德就发苦难甚是有无善业当去本业所感地狱此人先度此海海东十万有许悠悠一开其故非此彼海之东悠悠一开其故复三业恶因之所高干功耗业海其出世业神女永闻归王无度业地狱可在无度大月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个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法自有五百苦度无量自有千百亿无量苦神女又问大归王曰我目思来为救父之魂身当去何去归王闻神女曰菩萨之目在身心何心曰神女大曰我目邪见几回三八舍或真心却有不尽死岁日前为之身处五度问曰菩萨之目心是何等神女大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失落神仙母后月地里五度合照其菩萨愿生者却犯本处只有一杯莲月地里随女升天以来仅仅三日云春孝顺之子为母舍公修复复是却化钉子在王如来他似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记得受了举动神奇鬼王眼闭合掌而退婆罗门女是如梦鬼无此时一便月切化钉子在王如来他乡之千里红是远远我今未来皆因有罪故众生广舍方便是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土者等经才说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分身其会平地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诸分身地藏菩萨俱来记载道理天宫与如来神力故可以方便于诸得解脱颂也道出这一个有千万亿那由他数供持香花来供养佛彼处同来登杯接引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能救缘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光大慈悲神是缘故可我国真起之道理心怀永远瞻仰如来故不沾舍人世世尊受金色彼莫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丁耳所誓言无欲无着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离心跳辐射邪鬼只有一恶上恶记载无一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或有离根闻其心受或有成果清泉成就或有恩吞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清扬如是等每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山林川渊或是全经历及人悉皆度脱或仙天地身或仙梵王身或仙传轮王身或仙居士身或仙国王身或仙财富身或仙观书身或仙比丘比丘尼有佛色有我一身乃至声闻罗汉毗湿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福身度仙其前如观无类皆清孤独陀如是等南华刚强虽苦众生其有微调伏却虽也佛若多恶趣受大苦是如当一念无在道理天宫引其付出灵色佛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其世界多用力出苦与佛受其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
萨功夫一心体内爱恋太极复原我从九渊劫来蒙佛接引是火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都百千万亿人灵魁金三宝用力生死之涅槃的等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我好法喜我见度脱是火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律如是三百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律愿世佛尊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处如其如能成就九愿皆来法弘誓愿广度将彼其正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日是佛摩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闻地藏菩萨言善者愿佛众生照夜叉别说受报应其实因何地藏大言千万世界乃其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定虽报一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皆愿闻语言复虽报所感恶趣地藏大言什么为愿听受我诉说之佛母梵言愿生者说愿是地藏菩萨百善摩耶难言菩提最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是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其若有众生出佛身邪毁谤三宝不敬存敬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其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劫难内此心因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其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不用常住其狂白以为非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其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因是亦复乃至亦无不欲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其地藏梵言什么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故意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愿可名为无间地狱地藏梵言什么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他地狱有一十法所赐有五百名号个别赐有千百名赐一别无间狱者其余成就杂八万余里其成成叠高一万里身上或聚少有空缺其余成中诸余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月明月无间其余周杂万八千里余相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或车下下或车上铁舍铁佛土或持诸余将之上东西而走于中有中遍万万里一人受罪此前其身偏我满窗千万人受罪一个字见身满窗上中也所感护我如是有诸罪人被受中故千百也擦其一何归口牙如见眼如电光手斧同抓脱也罪人复有夜叉之大铁骑中罪人身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攻分切火之床上复有天眼但罪人目复有铁舌脚罪人尽百之千内西下上顶八舌根绿洲藏错在阳通关口热铁缠身万四千身也敢如是动静一切求助其此皆坏事其生他皆他皆此外转机他方他方坏事斩断相其此皆成功还复未来无间虽报其实如是有无事也敢不成无间何等为无一彻日夜受罪一直结束无事间皆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成无间三者贼七叉棒鹰蛇狼犬对魔取草错出火堂铁王铁生铁绿铁马神格罗修热铁桥神奇吞铁王可应铁石从眼金结束那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苦成无间死者不安男子女人强无一地老幼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最心也感系同手之苦成无间无者如多次欲从出如是之外间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
千秋一年前，站住不得，除非也经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为神不言无间地狱粗所如是若光说地狱随其灯明其诸苦是一切之中出说父亲我也夫人问一求有何章定力而退愿复众生也感命第四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无成佛如来为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身心就把一切略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辅助之阿弥陀成佛以来六道众生皆令度脱为然世尊愿不由力于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行事无定而悉皆也神悉皆果为善为恶出境恶善论转无道障无休息动情纯洁迷惑障难如意有妄想时常流脱如暂住有复造妄一时等悲无等有念如即彼时妄愿累劫终是光度虽非无复合律说是于是会修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历劫以来各发何愿行世尊引请三坛为愿世尊略而说之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生死言之无当为如分别解说乃往不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且人是用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成遍知明心足三世世间皆无相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是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有同行是善饶以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而亡以及广舍方便以往法院造成佛道当度是被临时无语以往法院若不见度罪故临时安乐得知菩提我众为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往法院造成佛者以一切是成就如来是以往法院用度罪故众生为愿成佛者及地藏菩萨是佛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复度众生因此教化于一女人次月光目车是供养罗汉闻之语何等光目大眼我以目望之日此佛就把为之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名之为如定观见光目女目度罪恶去受其大苦罗汉闻光目眼如目在生作何心也尽在恶去受其大苦光目大眼我目所喜为好事但与别之书所是与别多是其次或超或诸子情事难取其名数千万父辈尊者此名如何爱求罗汉名之为所方便全光目眼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目如来见素化形象存亡不报光目闻以其舍所爱寻化福相而供养之福供清净非其真理呼吁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药如须名山峰那光明而高光目如目不就当成如家才却其寒其能言说其后家内飞升一次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飞其高于光目玄思言缘国宝自受无事如目救出恩名辞别如来雷多大地狱梦如福利方的受身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恶道如有何吉灵无脱灭光目闻说之目一根也非体而白非自其是我目何时分罪作何心也多于恶道为此大言以杀害回马而夜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奈以是也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虽报其实云何非此大言虽故知是不忍分说百千虽纵出百难尽光目闻以涕泪号泣而白空皆愿我之目用脱地狱彼时三岁更无重罪及离恶道是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目所发光那是愿若得我目用力三度及四下艰难是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相前邂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马灵离地狱何
去出生而归的如是随佛等人经成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法师愿以此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知曰光目如他此名善能为目法如是大愿无关如目十三岁毕舍此报已成为凡至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有国土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殊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王日是罗汉佛土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解脱如是此名法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得恶趣若遇善知识千里一贪之间会以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波罗那智心归清其禅理赞叹香华一不种种珍宝护福因是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难言宿命因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又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旋流不定自在王百佛言世尊愿不忧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毗能成佛为圣广言世尊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拜世尊合掌恭敬坐礼而退而是四方天王去从坐起合掌恭敬拜佛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法如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未解更发光大誓言为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无尽文如其未来现在天人中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言菩提内生死道中死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此是天王也为然世尊愿要与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其实已经度脱众生又为彼愿此名此是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般不断以是之故有法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愿菩提众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素养短命报若遇劫道者说贫穷苦主报若遇奸淫者说缺个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奸淫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成为者说丑陋龙残报若遇奸淫者说所求为愿报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夜贫报若遇天烈自尽者说惊慌丧命报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宰杀报若遇烧山林木者说光明祭祀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翻身变大仙受报若遇王不胜出者说骨肉分离报若遇毁谤三宝者说蟒龙银牙报若遇侵法满教者说永除恶道报若遇佛用常住者说一切轮回地狱报若遇无烦无僧者说永在出生报若遇当火沾着上身者说轮回地长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亲手饥饿报若遇非礼会用者说所求切切报若遇无我功高者说非时下贱报若遇两舌都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遇邪见者说遍地受身报若是等言福地众生身口意业恶习切过百千报应尽粗略说如是等言福地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知识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同情千数无有出其是故如等忽人忽过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一涕泪飞胎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如来此名传到法轮婆罗门女救死心解化度迷津摩耶夫人亲闻地藏音那摩地藏王菩萨摩诃萨那摩地藏王菩萨摩诃萨那摩地藏王菩萨摩诃萨请放脚
请合掌。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众地狱名号平地无二世普贤菩萨摩诃萨埋地藏菩萨也忍者愿为天龙寺中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其言菩提罪故众生所受报诸地狱冥后饥饿报等事是为来世末法众生之事果报地藏大愿忍者我今成佛为神及大师之力略说地狱冥后饥罪报恶报只是忍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后月天为其山黑岁五日月光有大地狱后饥无间又有地狱冥大阿鼻复有地狱冥月四角复有地狱冥月飞刀复有地狱冥月火箭复有地狱冥月加山复有地狱冥月铜墙复有地狱冥月铁车复有地狱冥月铁窗复有地狱冥月铁梁复有地狱冥月铁衣复有地狱冥月千人复有地狱冥月铁律复有地狱冥月阳铜复有地狱冥月宝珠复有地狱冥月流火复有地狱冥月更舍复有地狱冥月所受复有地狱冥月烧焦复有地狱冥月丹炎复有地狱冥月铁腕复有地狱冥月真人复有地狱冥月铁斧复有地狱冥月多身地藏百人忍者天位之内有如是等地狱情无限更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焚鸟地狱铜锁地狱火香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神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巨牙地狱火皮地狱阴邪地狱烧烧地狱烧焦地狱刀刺地狱火雾地狱铁雾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忍则知则皆是难言菩提心恶众生也堪如是也力深大能力须弥能深知能长生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前后受之福自知情其路可别纵然相逢无肯耐受我今成佛为力略说第一罪报之事唯愿忍者身体是言普贤大愿无意求之善恶道报万忍者说令后是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梵言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去罪忍者是牛耕之或有地狱去罪忍心也差是之或有地狱或唐僧非主罪忍者或有地狱是少通诸是罪忍魔或有地狱是诸火烧尘其罪忍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鸟或有地狱春飞吉利或有地狱多钻或强或有地狱伪装兄妹或有地狱短少手足或有地狱攀脚铁蛇或有地狱取出铁钩或有地狱金甲铁若忍者如是等报各个一种有外千种也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是是是或死死中中也心根如光说地狱罪报等是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及忍者我略说如是若光且说穷且不尽如来赞叹平地六二十世尊及身方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应身佛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故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死无灭度后如当诸菩萨大师及天龙鬼神等广所方便为护世界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
舍是一因为常用一菩萨明月破光和长空七月白佛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的威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中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法不及未来世众生听说佛语愿是世尊告复光菩萨其四众等谛听谛听无当为如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知识不光繁衍为人世尊愿要一问佛告复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十界虽不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土质娇气金银铜铁所赐菩萨以真义力者世人百万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多余恶道假如天父亲故下生人间有为国王不是大力若有女人言女人身情心供养地藏菩萨花香及土石交集铜铁灯下如是日日不退上以花香饮食以服僧财传幡钱宝物等供养十善女人经此一宝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福寿除非此愿力故有受女身独多众生曾是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福赐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相牵痴心沾离世情之间世人千万劫总所受先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财富大兴大长者女端正受生诸相圆满有知心故沾离地藏菩萨或福如是福赐不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人对菩萨相前做出祭月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全于一人多人如是登悲现在是东西未来是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护不令恶事者闻其耳何况经受诸恨福赐不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会心供养赞叹真理地藏菩萨形象或往生机会方无功德其利益是或如是笑或非免非或全人公非或一人非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机会者如是之人现界前末灭度机会之报生罪恶比地狱受其从罪过世界以防受恶鬼有尽千劫丰收出生有尽千劫方得人生从受人生贫穷下贱诸根不惧多悲恶业来解其心不求之劫福多恶道是故普光机会他人供养上或自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福赐不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救出双尘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假期或有仙道或多眼眉功归神有日月随身转福往尘变中教苦残疾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与男女素颜目便是是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或以福报悲壮愿舍在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或墨家等为是病人对镜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镜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他寺或燃油灯或是冲出如是三百病人前灵魂之家灵出十分散之其经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等高声拜高声读经是人民众之后素养穷罪至于无物见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出常之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此书之经或教人书或此俗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俗化所受过报彼或大力是故不光若皆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去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情形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福赐佛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的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心或非或体或臭或贪或空或不思去是以上十善百善千善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随遇恶趣未得处理无处希望福利求法当告诉是故肉世俗方便远离恶道不挂如遇神力前世眷属
灵对诸佛菩萨向前持行此度此经或亲人度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而道卷数今生彼时便受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此不光若未来世有诸相见的人或怒或悲乃至诸佛自由之人皆知素业有忏悔者持行成立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经此报后千万身中长生尊贵根不尽三恶道苦福此不光若未来世中阎浮提涅沙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心中诸有心缠者或男或女昔日之动遭遇度从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死或男或女素有养八遍的解脱安乐阴阳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专尊安乐给予寿命福此不光若未来世中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十九日当中最切记定期心中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此经伤害切道邪淫妄欲百千罪状等于时至这日对佛菩萨祖先身相前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凡有心内无处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时在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处横冰于是风雨是故普庄当时地藏菩萨犹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为神力利益之事愿复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我已经预计这现在数秒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身长的端正神尊贵而是普光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无悔合掌伏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那时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那时愿力为未来众生千之利益故闻如来为然定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流不佛光普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恨一名地藏本是力经愿此菩萨救援皆来发达众愿利益众生是故如的因缘流不佛光闻一合掌恭敬所立而对立业从王平提起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愿世尊我观世音佛众生举行动念无非是罪脱或胜利多退出心若于恶愿念言曾一时等被人如律泥土浮于众难乾坤千中诸佛身虽若得于知识体于见福或全于福是知识有大力故福相福诸全定落就若大平地虚心而落无在经历时尊心恶众生从前后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悉临病中是父母眷属以为舍父以自现路或现半盖既然有的或传度尊敬或供养佛像即数生肖乃至念佛菩萨具辟支佛名此一名一哈利令众人而可我问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干过彼多恶趣愿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此善业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三世时候其其人广造众善但是施诸众生用力而取得圣人天寿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祭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却念菩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无杀害即造恶业百计归顺求诸王量何以故而说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但千岁愿传赠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身份圣人天从愿是临终被诸眷属杀死恶意以令是命中人扬泪对面万身山出何况令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少山可据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增业比如有人从炎帝来绝粮三日所负担无强苦百计苦于令人更负少无以是之故转复困中世尊我观业福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以谋一地一刹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求者无成化度是法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实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难
他前书为求功德乃至舍在造众善业使病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佛地藏大愿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力略说世事长者为了现在诸众生的灵命中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业多造众罪命中之后眷属孝的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死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此修纷纷起火无常道会不期而道明明有身为之罪夫妻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此辩论业过审定之后君也受未在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的使命中人为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年年之间望诸故如眷属于造福利就把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虽然动心千百岁终无解脱日若是无间罪多大地一千劫万劫永受正福菩萨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不如为修阴宅此处也道为宅是其阴宅至此彼干残也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僧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不尽情是病中人了不得离如今情不尽奉献佛僧是病中人其分获益是故长者也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病中之后舍切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从王获利说是于是道理天公有千万亿那由他愿复归尘启发无量菩提之心大遍长者脱离而退阎罗王中赞叹平地八二十天为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举一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乘鬼王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三阳鬼王飞身鬼王天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单手鬼王伏尸鬼王诸侯鬼王诸火鬼王诸尸鬼王诸财鬼王诸畜鬼王诸禽鬼王诸兽鬼王诸魅鬼王诸尘鬼王诸冥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十王大七力十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千诸小鬼王尽皆阎摩提各有所知各有所住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其地藏菩萨摩诃萨利其一大利在一面而是阎罗天子护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其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道会已是我等获胜利故我今有小一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此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赞礼世尊其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活脱罪报为救之际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犹如是不可思议但利云何众生而不以至善道永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脱佛告阎罗天子难言福利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服是大菩萨与百千劫多多救拔如是众生造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多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利拔出根本业缘而前无俗世之事此事言不正身其恶心中玄出玄入老子菩萨究竟皆属而所度脱皮肉有人迷失本家无如仙道其仙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伏羯如是彼人在仙道中是一时间起造诸有一只是多切大树山尽是毒乃至夜叉诸恶毒等虎风迷人于今仙道而一只眼躲在男子为何是故而如此路有何一术能知诸毒是迷如人故问是方知仙道即便推木求出此如是善知识体系接受引出仙道免除恶毒之依靠的灵的安乐而一只眼躲在迷人此境以后无力是道此路如车阻难得出福森西迷是迷如人一生感中临别之时只是有缘若见情之气诸如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多恶丧失心无灵是多
公子取其四十菩提藏菩萨具大慈悲，九八罪苦众生生人天中灵寿妙乐施主最终之业道故土的处理永不再离，如迷如人无如仙道余生之时一切临处永不复如奉献他人佛却莫如此言应是迷故的解脱心更不复如如此离间有生命无不解就曾所罗仙道或是是命如度恶趣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令解脱生人天中玄有塞入若夜解脱永处地狱无解脱是而是恶度鬼王和长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实无量在言菩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格格不同然是也报是我眷属有情世界多恶少善果人家庭我成于聚落中原放射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生乃至现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果转度曾经烧香供养以及以及我等鬼王经历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成之相会各有大地及土地分别令为护不令恶是恒是恶病恨病乃至不如一世经于四舍等处何况入门佛曾鬼王身在身在如但今日夜多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一高凡王帝是令为护如说是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名拜佛言是我本也愿助人福人民生是死是我皆诸居在我本愿生于离此时众生不悔我于是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余生死但作善事生一舍在此令土地无量欢喜永苦自母得大安乐令一眷属或余生下生无伤害取诸贤为恭敬禅母及光聚眷属应就是肉各业仙官能令自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禅男时有无数恶鬼及王良精美于是心是我造令舍在土地令其呵护之母是令安乐而得令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舍父打出土地分为伤害取其眷属以是之不分养子受子母其孙有缘福体令命中人不问伤我与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曾我离故是言福体心善之人令命中是已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应见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是准如是言福体男子女人令命中是神是昏昧不变善恶乃至言而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舍他供养三度尊敬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愿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令命中是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以经一起我观如是被人出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多恶趣者寻迹皆落佛告诸名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此生是死如魔退世愿总理解脱永得安乐鬼王拜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拥护愿护众生生是死是其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是行受我于无不解脱获大利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名者已曾见拜群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是慈悲愿故现大鬼神是非鬼月鬼后过一百七十劫能得成佛好愿无相如来解命安乐世界命清楚其佛寿命不可及且地藏是大鬼王其实如是不可思议说度人天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并地球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言世尊我敬畏未来众生言定一时于生死中得大利唯愿世尊听我说是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流到众生言不思议是经真实是为当诉说无纪念盘是如造命是愿无依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拜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毫无变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转身恭敬记得超越四十劫生死终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或佛无量无边有一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后佛行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以贪之心发心皈依世人与我上道永
目推穿，有遇过去有佛出世，好佛头陌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离欲而堪世人当可见，凡身于流于天中，何况至今成年，有遇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好世子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一念归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莫定受记。有遇过去有佛出世，好气流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至今成立或复赞叹世人于仙界千佛会中，为那梵文得受长记。有遇过去有佛出世，好佛陀出世佛。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永不得恶道长生人天寿生妙乐。有遇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好报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毕竟不得恶道长在天上寿生妙乐。有遇过去有佛出世好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神功清净世人不就得阿罗汉果。有遇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好袈裟装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有遇过去有佛出世好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者世人都以恒河沙佛光为说法，必成菩提。有遇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善佛、满月佛、圆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神是四世子的大力，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告示念一佛名，是病众人除无无间罪，一夜报灯熄的消灭，是无无间罪随之其中，动尽一切了不得处，生死临命终是他人为其成念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何况众生此生此念佛复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浮现其文，地藏红牌三度六道皆尘埃，普光文如来受记十斋戒因上莲台。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请合掌。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较量，不施功德愿平地时，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身，从坐而起，无跪合掌拜佛言：世尊，我观夜道众生较量不施，有轻有重，有一身受缚，有十身受缚，有百身千身受大缚力，这是云何为缘？世尊为我说之。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道立天宫，一切众会说言菩提，不是较量功德轻重，汝等谛听，吾为如说地藏白佛言：我以世事缘压于闻。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国王在富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于最下贫穷，乃至龙才银牙、龙齿无目，如是种种不闻具者，是大国王等于不识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轻受偏不是，或是人是软言为语，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可以故愿是国王得于是罪贫谦卑，其不闻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宝，百千身中常得其宝具足，何况一世受用福赐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与佛他寺或
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此应般供养布施是国王等等的三界为地是身受生妙若若能依持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世界中常为大梵天王福赐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于现佛大妙或之形象毁坏佛罗乃能发心修布施国王等或自应般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皆愿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这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他庙前发挥相信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国法无量无边福赐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乐宾及甚臣妇女若于年间具大慈心不是亦要因是我去是令安乐如是福利虽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寄居天出而百劫中常为流于天出毕竟成佛永不得乐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身福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或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闻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凡传论是法是菩提藏普贤众生当如是天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下善根麻花沙等等具所受福利不可为于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形象菩萨形象毗湿佛形象转轮王形象不是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生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于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或地闻一句一句法音衷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世人或大或宝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祈福不可为于福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塔寺大乘经典行者不是供养站立赞叹恭敬合照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复盈利或度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如是等辈三世身中常为诸教国王贪悦世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教国王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复他寺或壮丽经典乃至一摩一尘一舍一地如是善事等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身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四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国际三身受乐舍益的万宝是故地藏不是因缘其实如是地生不发病地是一而是见乐地生拜佛言是此我从昔来暂时定地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是愿神中是尊是地藏菩萨一言菩提有大因缘如文殊不现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心度于六道祈愿上有比及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切数如千百亿根可杀是曾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切之地以图示诸佛作其看世时中等俗化乃至金银铜铁所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赞礼赞叹世人去处即在世中利益何等为是以者土地丰饶二者家者永安三者先往升天四者先存于生五者所求随意六者无事或在七者寻奥必诸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生无事者多于生因十曾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于说诸诸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福拜佛言十曾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传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力维护世人乃至水火大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见老地生如大神力诸神烧鸡何以故眼佛土地西蒙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刀马诸位古密宝贝从地而有且因如里有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之功德及一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诗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者如一本身力而永护之无力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者问于而何况灵兽非但如度护世人
故意有十分眷属诸天归宿，永不是任何故的路，是圣贤永不皆有真理地藏心相即传度，是本愿经过死人必经处理苦海生涅槃的一世之故，得大永不见闻利益平定时而时时尊从定门上方百千万亿大号相关，所谓白号相关大白号相关，瑞号相关大瑞号相关，玉号相关大玉号相关，紫号相关大紫号相关，青号相关大青号相关，碧号相关大碧号相关，红号相关大红号相关，绿号相关大绿号相关，金号相关大金号相关，青云号相关大青云号相关，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海运号光大海运号光，玉顶门上方如是等号相关，一处为妙音高出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过，今日于道理天宫神言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灵异等是不思议是超神异真是地是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舍是意是回首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昨日起无归合掌拜佛言是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极大慈悲怜悯随故众生一切万一世界化千万一生所有功德及不思议为神之力，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后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起功德又不能尽，想着有梦世尊普告大众于瞻仰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瞻仰地藏不思议是灵天龙八部真理活佛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意愿罗天罗龙罗难罗律道生罗归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明者见如心者莲目如者赞叹如者持诸众生亦无上道彼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寿妙乐因果将授与佛受记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灵异此事如当谛听无尽说之观世音言为然世尊愿要欲问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及有无衰相天我有多欲恶道持者如是天人若来若离当心相识我见地藏菩萨心相或闻地藏菩萨必以真义力是诸天人算曾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多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相化以福音是莫非因若不是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福赐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流道众生黎明众生得闻地藏菩萨名以神力而跟着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故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债财物宝贝衣服俗话地藏心相或是病人为众事是人而见闻持道眷属将舍债宝贝等为其自身俗话地藏菩萨心相使人若是夜宝和手中病者全四功德行具属于寿命增益使人若是夜宝命经营有一切罪障业障可度而去者全四功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寿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福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事父母乃及往事兄弟姐妹使人年纪长大死以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神何世界神何天中使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心相乃至文明一战一力一日至七日摩诃初心文明前行战力供养使人全所加以业故多而去者即当结束陈思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心相战力功德行迹皆多神人天中受神妙乐使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神人间受神妙乐者即真是功德尊者神意受无量乐使人更能三七日中以心战力地藏心相连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躯高使人眷属神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清定使人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一千日使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归身众生为护显示一时风雨无助其苦乃自恨是不如其门何况其身是人毕竟的菩萨莫定受其福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三男子三女人化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处理三界者使诸人等见地上吉祥其文明者只
心皈依佛，一香花，一佛宝贝，一世供养真谛，是善男女人所愿速成，永无障碍，福慈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世，但当皈依真理，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受记，福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正中法，不思议心，于度于诵总于名师教师灵修，玄德玄王东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素业障，为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心。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一本心恭敬成拜，跟一香花一佛饮食一切万趣，供养菩萨一经水一盏，今一日一夜安菩萨，两口合掌轻抚回首相念，令悟口是实心真，覆水即彼身无心求，若邪淫妄欲居住沙海，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去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出手观定随其人梦见即或聪明，饮食经典一粒而根，其能用其根不忘事，一句一句福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知人等一事不足，求者观愿，或多贫瘠，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恨事多来无甚，睡梦之间多有惊。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心，持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乐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亦是丰盈，乃至于睡梦都悉皆安乐。福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持身，或因公私，或因身世，或因其事，如山林中过度河海乃及大水，或尽仙道世人，仙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受过土地鬼神为行住坐卧，拥抱安乐，乃至风雨苦冷世子，一切毒害不能算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舍于诸众生，千闻利益等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如一神力，六不施经令所佛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而是世尊而说经言，无关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见立一人天，无量世若男若女若众生报经因，多恶道之心皈依大师，身受名存存出罪障，少时父母恩爱者为之魂身，才可取凶皆灭尽，诸君生长以来皆不是佛素弘法大师，身非莲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地，是其眷属所生皆纵多恶趣寻处理，若能不退是诸君亲闻我定受生计，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处理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现当真理大师相，一切诸缘所生就用也常等着，只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民，朝彼岸随礼誓愿不思议，宣读愿望多非是死人有业障，或故于大神经不能去供养地藏一香花一佛饮食，诸万劫已尽水安大师前一日一夜求福之法印，诸心生无心求柔心应即往于三七日内无杀害之心思念，大师并即曰梦中见无边界来变得离根而饮食尽家离而闻见闻身中永不忘，一世大师不思议能使死人或死会贫穷穷生尽疾病家宅凶衰，全书里睡梦之中心不爱求者怪为无沉睡之心，三地地长相一切恶世界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逸是丰饶神鬼，呼吁入山林极毒害毒恶禽兽饥恶人恶神恶鬼病恶风一切诸诸苦恼，担当战力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师相，如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之心听无说地藏无体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出，光玄大师如是力地藏名死人若闻乃至见相，战力者相化一佛一世风光扬百千寿妙乐，若能一次会发现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横杀诸国土主人人天兵地十三人十世尊取金色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是千万劫中不能得及，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于百千万亿数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能为出三界灾祸在中卷福助于无令是诸众生多恶其中一日一夜横跨更多无间，心要比地狱东京
千万一切无有处，地藏是南阎浮提，众生之心固定，喜恶者多，从发善心许一心，若以恶缘念念增长，一世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亿化土随其更新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情于天人中付诸于未来之时，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下善根，一末一尘一沙一滴，如意当利用故事人前修无上无定退是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若在恶趣令多趣中或是门首施主，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经一偈大声经，施主众生如一生力方便求法，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位随地狱成定升天受生妙，本是是曾人说经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因情付诸如意大神通方便度灵脱在出恶趣，于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护归火中白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为累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此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于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知道理，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身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尽一切天龙闻此经念及地藏名词，或成立心相得其中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我告其空藏菩萨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心相即闻此经乃至读诵将佛音是一副珍宝服饰供养赞叹真理，得而是法中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过日尊，三者其身上因，四者不敌不退，五者一时光之，六者记忆不灵，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道罪恶，九者人间清净，十者神鬼诸事，十一者女转男生，十二者为王臣，十三者短正相好，十四者多神献上，十五者火为定王，十六者数字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中，十八者却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二十者夜道永出，二十一者取出精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素福受生，二十五者诸生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离根，二十七者饶此明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身，闻地藏名离地藏，佛闻地藏本愿是心赞叹真理，得其中利益，一者速超生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解脱，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文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当为曾有时时道理天月无量香华天一诸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群佛真理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觉晓，地藏本是较量金银龙残银牙是前身，今世风大神福利无穷界定宝莲身，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离婆离婆地丘诃丘诃离陀罗尼帝离诃那帝毗梨尼帝摩诃切帝真定切帝萨婆离婆离婆地丘诃丘诃离陀罗尼帝离诃那帝毗梨尼帝摩诃切帝真定切帝萨婆诃离婆离婆地丘诃丘诃离陀罗尼帝离诃那毗梨尼帝摩诃切帝真定切帝萨婆诃唵波那摩林多林萨婆诃唵波那摩林多林萨婆诃唵波那摩林多林萨婆诃南无恒奈耽奈多那耶耶切那切来切出去摩来摩来呼来哄和和苏达奴哄婆摩奴萨婆诃南无恒奈耽奈多那耶耶切那切来切出去摩来摩来呼来哄和和苏达奴哄婆摩奴萨婆诃南无恒奈耽奈多那耶耶切那切来切出去摩来摩来呼来哄和和苏达奴哄婆摩奴萨婆诃。请起立。问讯。请合掌。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
愿今日全体大众诵持地藏经及地藏圣号的功德消灾回向，世界各地因天灾人祸及种种疾病而受苦受难的一切诸有情及今日全体大众，佛光铸造本命元辰，灾星推度佛心灵。愿今日大众全体诵持地藏经及地藏圣号的功德回向，世界各地因天灾人祸意外之罹难者，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品高升，得不退转，还入娑婆，广度众生，成就无上佛道。回向。
低拜，请拜香。请起立。第二拜，请拜香。请起立。第三拜，请拜香。请起立。请将《地藏菩萨本愿经》合上，请合掌，恭送月中法师出塔。请放掌。今天的共修在此圆满，祝大家财源为师，法喜充满。阿弥陀佛。